万盏华灯庆中秋开幕礼在新山陈序年街举行，让大家同欢共乐，一同参与庆中秋活动。活动上有精彩的节目表演，包括瑞狮降龙及高跷队表演。从1989年开始，华人中秋节庆已被柔佛州官方列为每年州旅游活动节目之一，以协助促进柔州的旅游业发展。这项突破也为新山族群创造出另外一个新山的文化品牌。新山中秋园游会是万盏华灯庆中秋之母，1986年创办第一届新山中秋园游会，发展至1999年扩大范围至县内各地区，创始第一届万盏华灯庆中秋活动，延续至今从未间断，从举办一两天发展为一个月的庆中秋活动，不论在国内外都是首创。